在之前的故事中，我们讲述过铁血战士大战金刚狼，而今日我们来讲述漫威最新的异形大战复仇者联盟。据说最新的电影《异形：夺命剑》的故事一惊一乍，十分恐怖。不过没关系，漫威旗下的异形故事是没那么恐怖，而且超级英雄们战斗力比异形强大那么多。异形到底会以什么样的方式让复仇者陷入困境呢？拿好红烧异形、炖煮异形、炭烤异形、爆炒异形、清蒸异形、水煮异形、油炸异形，精彩故事马上继续。在地球某处石碑上，上面刻画着由六颗星星组成的星图。在古老的埃及文明石碑上也同样有着这个星图，而这些记载了这个星图的文明都在指着那六颗星。在宇宙深处，这六颗星星组成的区域实际上是真实存在的，它由六颗巨大的陨石所组成并互相连接，而且这六颗陨石的上面还搭建着高科技基地。在这六颗陨石的下方是一个巨大到能够扭曲时间的黑洞。在这个神秘的基地内，一名被用于实验的克里人士冰口吐鲜血，没了动静，很显然他已经死了。很可惜，这次的实验失败了。克里人的韧性远比实验人员想象中要差，而且他们这次的实验并没有任何收获。在死去的克里人脚下躺着一只死去的抱脸虫，很显然这便是实验者口中所实施的实验。只见在实验室外，两个头长得像铲子的西亚人在谈话，他们正是这个基地的主人和这场实验的执行者。目前他们尝试了五次实验，其中四次都成功了。最成功的是用斯库鲁人做的实验，唯一的问题是斯库鲁人没有固定的家园可以进行播种，只有少数人口稀少的前哨星球可供选择。斯库鲁人的数量无法完美满足任务需求，但是这也足够他们在宇宙中进行播种了。就在这时候，基地突然传来有飞船在快速靠近的警报声，而且这些飞船来者不善，一定是敌人。其中一名西亚人看了下监控器，随后他眼神坚定，咬牙切齿地说道，四艘探索级护卫舰瓦坎达设计。就在此时此刻，四艘瓦坎达的战舰正在快速靠近并发射导弹，在西亚人说话的时间里就已经炸毁了他们的防御炮台。现在他们进入完全被动的情况，这里的实验成果绝对不能被瓦坎达人摧毁，所以两名西亚人决定上自己的实验成品，去好好欢迎一下这些瓦坎达人们。随着基地的侧门被威力巨大的爆炸所炸开，一群全身白色的震惊战衣的瓦坎达士兵冲了进来。他们一进来就立即寻找周围是否存在敌人和危险。瓦坎达士兵的确检测到有许多敌人分散在这个区域，正打算联系国王陛下讲述现在的任务进度，却不料他们立即听到国王的声音在后面传出。此时瓦坎达的国王黑豹特查拉已经亲自来到了这里。按理说国王亲临战场是一件十分危险的事情，士兵们都对此感到十分惶恐，却不料王子站出来说道，你是觉得我父王的行为很鲁莽吗？王子表示，这个基地建造在黑洞上方，巨大的黑洞已经引起了严重的时间膨胀，在这里的几小时相当于外面的几年时间，因此进入这里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但一切都是值得的。如果不消灭掉藏匿在这里的武器，那么瓦坎达的子民也将会遭遇到威胁，所以就算很鲁莽也要不惜一切代价解决威胁。就在王子刚说完话的时候，一名士兵发现了敌人，他们抬头看过去，这里其实是存放宇宙战舰的甲板，而在他们眼前的一艘飞船上有着几个外形诡异的敌人，他们站在远处不断发出嘶啦嘶啦的叫声。特查拉见状轻轻喊了一声王子阿扎利的名字，随后王子阿扎利接到命令走到父王的面前，下一秒一道闪电从阿扎利的手掌心瞬间释放出去，威力巨大的闪电精准命中那成群的怪物并引发爆炸，这一击便清理掉了好几只怪物，但是仍旧有好几只怪物大声嘶吼着一跃而起冲向阿扎利。仔细看这怪物的外观，脑袋巨大呈长条椭圆形，手脚修长，骨骼嶙峋，张牙舞爪，十分恐怖。而他们正是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异形。在异形即将扑到阿扎利面前的那一瞬间，阿扎利从身躯中召唤出三道闪电精准击打异形，这一瞬间近距离被攻击中的异形瞬间爆体而亡。不出一小会，所有异形便已经被清理完毕。不难看出阿扎利的母亲应该是暴风女，也许在这个宇宙当中，黑豹特查拉没有和暴风女离婚。特查拉上前按住阿扎利的肩膀，表示他干得很好，但是他们在这里每待上一会，外面就会过去许久，所以特查拉需要士兵们立即把这里的主人抓过来，让他们向自己跪下来坦白罪行，然后士兵们展开动作十分迅速的搜捕行动。不出一会之后，其中一名西亚人成功被抓住。当士兵抓住他的时候，发现此人在删除系统，虽然大部分数据被删了，但还是捕获到了一些信息。信息表示此人在宇宙中投放了至少几十个异形武器到别的星球，这些星球必须立即进行隔离，不然事情会恶化。阿扎利表示他们在这个时间膨胀的地方做什么都来不及了，不出意外的话，那些星球此时已经被异形入侵了。就在这时候，士兵表示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需要报告，那便是其中一个被投放异形的世界是地球。听到这番话的王子阿扎利被吓到瞪大了眼睛，而特查拉则是取消震惊面罩露出脸庞。此时的黑豹不再是当年那英俊帅气雄姿英发的国王，他满头白发，面容苍老，表情不喜不怒，却反而给人一种不怒自威的霸气感。他质问眼前的西亚人到底是什么样的怪物，西亚人表示自己能做出这样的计划，足以证明自己可不只是怪物那么简单。特查拉觉得眼前这个西亚人缺少人性的许多方面情感，于是他把手伸向西亚人那巨大的头发，下一秒特查拉居然取下了那虚假的西亚人特征的头发，果然眼前的西亚人是假冒的，他甚至根本就不是个活人，而是一台仿生人罢了。仿生人很不屑地说道，只是一台仿生人，如果你刺伤我，难道我不会流血吗？听完这番话的特查拉直接戴上自己的震惊面具，随后从王子阿扎利那里拿过一把刀，他对仿生人说道，那就看一下你会不会流血吧。
下一秒，彻查拉挥动短刀，瞬间斩下仿生人的脑袋。他没有流血，而是喷杀出乳白色的仿生体液。黑豹命人把这颗头颅带回去，也许能从这颗脑袋里研究出重要的信息。随后，特查拉全员回到战舰上，并开始全速离开这个时间膨胀的区域。在战舰内，阿扎利和父王特查拉在谈话。此时，他们已经从仿生人的大脑中提取到了数据，得知了除了地球以外，还被投放了异形的星球，数量与规模之庞大，甚至跨越许多个星系。阿扎利询问父王特查拉现在该怎么办。特查拉表示自己这辈子都在把瓦坎达打造成黄金帝国。原本特查拉想要把这个国家传承给阿扎利，但是现如今再也没有和平与启蒙为标志的黄昏统治，只有灰烬与火焰和他梦想的东西的残骸。他们待在仿生人基地的时候，外面时间快速流逝，如今异形可能已经在宇宙中蔓延了，所以现在他们能做的事情只有一件，那便是生存下去。被仿生人播种的世界并非是随机挑选的，无论是哪个世界，被选中后的结局都是一样的。每个种子探测器内部携带四颗女王卵，以及12名处于休眠状态的被感染宿主，然后四个人口高密度的地点被选为初始感染目标。宿主处于生命周期转变的边缘的休眠状态，几乎不需要时间就能产生他们隐藏的宝藏。一个异形，宇宙历史上最强大的杀戮机器，在一个小时内，这些从破胸者中诞生的异形就完全长大。在一天之内，一个异形巢就被建造起来，这样异形女王的生命周期就可以开始了。几天后，那个异形女王诞生并开始产卵，从那里开始，这个过程加速。在一周内，每个单独的女王异形将产生一支战士异形队伍。在一个月内，异形组成一支无穷无尽的军队。在一年内，异形数量变成一支足以毁灭星球的大军。每个种子孵化器都包含四个这样的女王。异形将灭绝地球上的每一个生物，无论他们是普通人类还是更强大的存在。异人族城市阿提兰本可以抵抗，它本可以屹立数千年，因为巨大的纯净护盾将他们与一个垂死的世界隔开。但就像所有伟大社会的衰落一样，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内部斗争导致那些城墙造成了一道裂缝，通过那个裂口，异形成功涌入并开始杀戮和繁殖。异形也入侵了大海深处的亚特兰蒂斯，但是没有亚特兰蒂斯陷落的记录，没有听到尖叫声，没有国王来拯救他们，就算有人发出求救信息，也没有得到任何回应。瓦坎达的军团拥有世界最顶级的科技与最强的战斗力，秘密科学王国瓦坎达比大多数国家坚持得更久，但最终还是像其他所有国家一样屈服于异形大军。当地球上所有生命都面临灭绝时，卡拉卡瓦的变种人决定放弃他们的岛屿家园，利用他们的卡拉卡瓦花传送门逃往火星避难。但是仍旧有一个人没有选择逃亡那红色的安全之地，这个人便是天启，第一个变种人。他选择留下来，什么也不放弃，因为这个世界现在变成了他一直想要的竞技场，唯有适者生存，弱肉强食才是他贯彻的真理。他不在乎自己是否会活下去还是会死，他很满足于现如今适者生存的法则。天启要和这些异形们一直战斗下去。这里是地球上最后一个人类城市据点，在被保护的城市之外的一切都被异形摧毁了。而年迈的维兰德知道异形会带来多大的破坏与危害，所以预知危险的他建造了这座能够抵御世界末日的城市。在最高那栋中心大厦的上方，还有着维兰德公司的 logo。 在大厦上有一位年迈的老人看着缓缓落下的夕阳，他一言不发，就这样默默地看了许久。就在这时候，已经十分年迈的惊奇队长走过来提醒道，一直盯着阳光看可是会变瞎的。布鲁斯，没错，眼前这位老人正是布鲁斯班纳。此时的他有着半毫米厚的伽马能量白内障，他觉得自己这个样子和瞎了也没什么区别。惊奇大妈询问道，他迟到了多久？班纳回答，还不算太晚，他总是很准时，他总能把事情计划得一清二楚，但他现在该回来了。班纳表示，霹雳火和隐形女苏珊都在异形出现后意外死了，小腹和石头人也失踪到了谁都不知道的地方。而李德的情况更糟糕，他觉得这个宇宙在夺走他所有重要的东西。李德是班纳这辈子见过最聪明的人，他有着不屈不挠的精神和高耸的正义力量，但是最终李德还是输给了熵增。李德死了，李德在临终前把自己的女儿瓦蕾亚托付给他，班纳也承诺自己一定会把瓦蕾亚当成亲女儿一般去保护。说到这里，石班纳十分担忧且自责地弯下了腰，因为不久之前瓦蕾亚告诉班纳一个能拯救所有人的计划，班纳信了，并同意让瓦蕾亚去执行任务。如今瓦蕾亚没有回来，这让班纳十分担忧。现如今这里已经是地球上最后一个人类城市了，距离这座城市彻底陷落可能只有几周甚至更少的时间。班纳告诉金队，表示这里不是城市，而是所有人的坟墓。金队表示他很清楚现在发生了什么，他虽然年迈，却也一直在保持着高强度的训练，这都是为了突破极限，能吸收更多能量，进入更强的双星形态。这里不会是一座坟墓，而是一个火葬场。班纳听完后看向远方说道，好吧，希望我还能看得见那一幕。就在这时候，金队在通讯频道接收到了消息，原来是异形突然出现在了战场上，而且他们还发现异形在追什么人。惊奇队长仔细询问后确认了异形在追的那个人正是独自去执行任务现在正在逃跑的瓦蕾亚。听到这个消息的班纳瞬间化身为浩克冲了出去，等了这么久他终于等到瓦蕾亚的消息，这一次他必须把小瓦安全的接回家。而在瓦蕾亚被异形追杀的那个方位上，还有着蜘蛛侠迈尔斯莫拉莱斯正在赶去支援，结果下一秒还是浩克从天而降，更快一步赶到了这里。班纳虽然现如今已经是年迈瘦弱的老人，但是化身浩克后战斗力仍旧不容小觑。就在这时候，浩克看见一辆车以极快的速度漂移过弯，坐在车上的人
人正是已经成年长大的瓦蕾亚。此时的小瓦已经比他英年早逝的妈妈还要年迈了。就在一行差点要抓住小瓦的那一瞬间，迈尔斯冲过去把小瓦及时捞了出来。很显然，要是再慢上一秒钟，小瓦肯定就被抓住了。紧接着迈尔斯让浩克赶紧帮忙，浩克听到后直接拆了旁边的一栋废弃楼房，紧接着用力一砸，直接把追杀过来的异形尽数砸死。随后浩克有些生气的大喊，小姑娘，你迟到了。听到这声指责的瓦蕾亚高声大喊，布鲁斯，我已经45岁了，都离了两次婚了，就不要再叫我小姑娘了。就在这时候，还有更多异形追了过来，多亏迈尔斯发射蛛丝把他们暂时拉住。很显然现在的情况不合适继续和异形们打下去，浩克还在为瓦蕾亚迟到的事情而生气，瓦蕾亚只好不断道歉表示情况已变，而现在不是吵架的时候，必须尽快回家。于是浩克询问瓦蕾亚是否想要立即回家。此时在瓦蕾亚的车上放着一颗异形的卵，这便是瓦蕾亚冒着极大风险也要抢过来的东西。视角来到一会之后的人类城市内，维兰德大厦内正在开着一场会议，小瓦和迈尔斯以及金队和班纳都看着眼前这个卵，这个卵便是他们唯一能够赢过异形的机会。惊奇队长听到瓦蕾亚这么大口气也很好奇，想知道瓦蕾亚到底有着怎么样的计划。瓦蕾亚表示，当人类把异形当成威胁的时候，异形的数量已经多到人类无法对抗的程度，很快人类就意识到异形在利用人类制造更多异形，所以人类开始深入研究异形的生命周期，并试图从源头去切断它们。这就是人类犯错的地方，人类曾试图在爆脸虫往人体注入异形胚胎的时候阻止它，想要拯救那些被爆脸虫抓住脸的人类，但这是错的，被爆脸虫抓住的人必死无疑。后来英雄们还是过了科学与魔法，但是都失败了，除非能够在更早的阶段彻底杀死异形，而这就是瓦蕾亚要做的事情，那便是制造一种能杀死异形卵的病毒。迈尔斯好奇地询问瓦蕾亚是否真的能做到，惊奇队长立即表示小瓦一定能够做到，看他的那种自信的表情就知道了。瓦蕾亚也大大方方地告诉迈尔斯自己当然能做到，但是班纳其实是很担心这件事，他担心瓦蕾亚也许会制造出比异形更糟糕的病毒。金队表示已经没有比现在更糟糕的情况了，所以必须得让瓦蕾亚试一试。班纳还想再确认一遍，而瓦蕾亚表示自己一定能做到，只是还需要花一些时间去做。随后瓦蕾亚请各位都离开实验室，他现在要独自一人专心搞研究了。很快一晚上过去了，瓦蕾亚已经悄无声息地研究了一整天。此时的布鲁斯班纳正在和更年迈的维兰德老人谈话，班纳此时只能无条件相信瓦蕾亚一定能成功。维兰德觉得瓦蕾亚太像他父亲里德理查兹了，也许他真的能够在人们绝望到仅剩奇迹的时候创造奇迹。瓦蕾亚如果成功了将能拯救全人类，但班纳此时只担忧瓦蕾亚会不会压力太大。这时候维兰德老人看向班纳说道，我们时间不多了，我的项目也快完成了，所以我们不久之后将要为人类做出艰难的抉择。维兰德老人给出两个选择，要么是所有人留下来继续和异形战斗殊死一搏，要么就是带上所有幸存者逃离地球向外求生。关于这件事，瓦蕾亚和布鲁斯班纳是有发言权的。班纳听完后摆出十分不爽的表情盯着维兰德，原来当初班纳同意瓦蕾亚去找异形卵都是维兰德怂恿的，所以班纳其实一直都因为这件事而对维兰德怀恨在心。维兰德笑了，表示瓦蕾亚都回来了，没事的，除了浩克之外每个人都比想象中的坚强。维兰德表示不要通过外表去定义一个人，内在的东西才是最重要的。殊不知这句话一语成谶。一会之后夜幕降临，自从瓦蕾亚把自己关在实验室后已经一天了。到了夜深的时候，班纳带着食物来到实验室门前，但是他的指令却完全无法打开实验室的大门。于是班纳打开通讯对实验室里大喊，表示自己带了一些吃的给瓦蕾亚补充体力，结果门禁依旧传来指令错误的警告。班纳在这一刻知道一定是出事了，他立即要求用自己的指令覆盖门禁的程序，结果下一秒门禁开始播放一段瓦蕾亚提前录好的视频。嘿，布鲁斯叔叔，如果你看到这个记录，我很抱歉，但你不能进来。我想打败他们，一劳永逸的获胜，我只是没时间了，我的计划奏效了，它正在起作用。我利用基于我妈妈能力而制作的隐形器直接走进了异形巢穴，我隔离并抓住了一个卵，然后慢慢开始后退。它奏效了，布鲁斯，我本来会成功逃脱的，但后来我被什么东西绊倒了，然后他们就都扑向了我，我记得窒息黑暗，然后醒来并知道有东西在我身体里，我绊倒了，那是一个愚蠢的错误，之后他会杀了我，但我发誓在我死之前我会找到一种方法杀死每一个异形，但我没时间了，我现在能感觉到他在我身体里。天啊，我很抱歉，答应我你不要开门，布鲁斯，他不能逃出实验室，而且我不想让你看到，我试过了。下一秒班纳变身成浩克，轻松撕开实验室的大门，结果已经成年的异形瞬间冲上来抱住班纳的脸，这猝不及防的袭击让浩克也一时难以招架，不敢想象异形的力量居然让浩克也无法立即挣脱。突然异形从嘴里伸出自己的腹颚，差点咬到浩克的脸，还好浩克双手同时用力及时捏爆异形的脖子，但是在这一瞬间强酸血液溅洒在浩克的脸上，虽然这种程度的伤对浩克来说是不致命且可治愈，但是对于浩克来说也是十分痛苦。在缓过来之后，浩克立即睁开眼睛寻找瓦蕾亚，结果看见瓦蕾亚此时已经躺倒在地上没了气息。这时候迈尔斯和金队还有维兰德听到声音赶过来，但是一切都太迟了，瓦蕾亚已经死了。正当迈尔斯和金队震惊于到底是什么情况的时候，他发现装着异形卵的容器居然破开了，这意味着里面的爆脸虫已经逃了出来。金队立即让在场所有人都小心一点，破卵而出的那玩意肯定就藏在实验室里面。
结果话音未落，一只爆脸虫瞬间出现，抱住迈尔斯的脸。迈尔斯倒在地上不断挣扎，他的脖子被爆脸虫的尾巴牢牢卷住，但是在场的人就算感到十分惊恐，却也没有办法帮忙，因为他们很清楚强行去拉出爆脸虫只会害死迈尔斯。金队表示还是得想办法把迈尔斯和爆脸虫分开，但是浩克表示没用的，强行分开迈尔斯会死的。金队觉得不管怎么样总之得做点什么。维兰德很清楚，等异形破体而出的时候，他就会杀光这里的所有人。只见维兰德十分坚定地说道，所以我们别无选择，必须烧死他。金队听完后十分绝望地向迈尔斯道歉，现在的这种情况他也别无办法。结果话还没说完，金队就被眼前的画面吓到，因为迈尔斯的身体开始冒出大量黑色的粘稠物质，这些黑色物质开始剥离迈尔斯的身躯，等黑色物质离开迈尔斯的时候，顺便把爆脸虫也从迈尔斯的脸上一起扯下。原来迈尔斯一直都穿着共生体，是共生体救了他，而且现在共生体转移到了爆脸虫的身上。只听共生体说道，我们不喜欢这个身躯，但是也够用了。看到这一幕的浩克和维兰德都惊呆了，寄生虫吸收了寄生虫，共生体胜过了异形。紧接着金队把死里逃生的迈尔斯扶了起来，经历刚才的事情之后他惊魂未定，结果下一秒共生体爆脸虫突然跳上迈尔斯的身躯。浩克和金队和维兰德一次又一次的被共生体震撼到，很快共生体和爆脸虫一起融入迈尔斯的纯白制服，化作看不见起伏的纯黑花纹附着在上面。而这时候迈尔斯突然做出了一个决定，他觉得所有人必须立即撤离地球。以上便是本期《异形大战复仇者》第一期的内容，漫画还在更新中，请各位小伙伴耐心等待。喜欢本期视频请一定要点赞评论打赏和关注这个账号，有不同的想法都可以发在评论区或者在弹幕中一起讨论。你的每一个点赞关注评论都是我前进的动力，在评论区写下菜品就有可能出现在下期视频的报菜名里哦。那么感谢您的支持，我们下期视频很快再见。